来，我是代代学生长向媒体在投稿，伊四月三十确诊了后，就予学校安排去过仪式隔离，下暗困伫个即困地内底，啊内底无已经有当下一工，还阁是两个人做伙隔离，啊昨暗即卫生局是赶紧甲即学生囡仔送去甲防疫旅馆。即代代学生王家所提供画面，会当看到讲，伊前几工也是困即困地啊内底，啊困伫个会议室边啊，也是涂骹，因为即会议室嘛无疫情啊，伊是真烦恼，伊家己隔离十工拢无法度辛苦，还佫有一工是合另外一个较真正来做伙住，恐惊会互相感染。啊，即代代是回应讲，因为学校内底较真个人数一直在增加，学校这边有哪有拢去直接讲，看是毋是有一寡会当安排学生囡仔个所在，啊即马会隔离。措施有哪有照着政府的相关的规定在行？